要做身形健康，每天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下肢的肌力训练，训练我们下半身的肌肉呢，不只是帮助我们的肌肉线条更加好看，同时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关节，保护我们的膝盖，稳定我们的骨盆以及我们的尾椎和腰椎。准备好我们的瑜伽垫，我们一起运动吧。今天我们要练习的是大腿的肌力训练，会练习到大腿的前侧和后侧。我们从跪姿的暖身开始，将双脚打开来，大约是臀部的宽度，将脚放松下来，让臀部往内收，手搭在大腿的旁边，先让身体向后倒，再回来，向后倒，再回来。往后的时候，记得你的腹部是保持收紧的，是整片的身体一起向后，再回来。这个往后倒呢，会开启你的腹部核心的力量，还有大腿的前侧，所以大腿的前侧会有一点点酸酸紧紧是正常的。记得身体不要向后的太多，下巴微收，从头到我们的膝盖，可以的话走一个斜线的位置，再回到中间，保持你顺畅的呼吸就可以。向后，再回来，我们再做两趟，向后，再回来，最后一回向后稍微停留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身体回到中间来，让手放下来，把脚轻轻的抬起来，再放松一下。将双脚脚趾头踩着，我们让膝盖轻轻的离开地板，两个膝盖一起向右，臀部向左，相反另外一边，左右两边轮流，感觉一下大腿的力量。最后一趟，将膝盖轻轻的放松下来，我们回到婴儿式，放松一下大腿。待会我们要在跪姿呢，让脚做上上下下，跪起来，再跪回来到地板。所以如果你觉得膝盖有点酸酸紧紧的人，脚的弧度可以不用太大，速度也可以放慢。我们让身体高跪姿预备，将双手扣在胸前，借我右脚向前踩，左脚向前，右脚向后，左脚向后，臀部微微的向后就好，但是不要整个坐下来。我们右边出发，再试四次，右、左、下、下、上、上、下、下。起来的时候不能整个站直哦，膝盖保持弯曲。最后一趟，上、上、下、下，放松一下你的大腿，让身体向后。相反，另外一边，跪姿预备，脚趾头踩好，左脚向前，上、上、下。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，最后一个我们停留，我们做小弧度的往下蹲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吸口气，把脚伸直，让手放松下来，将双脚向后退。我们退到垫子的后方，两只脚打开来，比垫子还要宽，身体先来到地板，双脚轮流弯曲伸直，右脚弯，左脚弯，手顺着身体，重心摆到右的时候，我们的双手就走到右边，相反就来到左边。最后两趟，身体回到中间咯，双手借我向前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可以的话四步就帮我到最远，记得臀部不要往下掉，腹部要往上提，相同的步伐走回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再试一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后退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向前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后退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膝盖微弯，让身体卷上来，将双脚踩回来垫子的位置，
双脚打开，放松一下身体。这样一来呢，我们的大腿的内侧、后侧、前侧，还有我们的核心都准备好了。在待会的弓箭步练习当中，如果你觉得脚有点酸的话，弧度可以稍微变小一点点。我们让双脚打开来，膝盖弯曲往下，我们做十个往下蹲，可以的话越来越低哦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膝盖伸直，将双脚合在一起，面向旁边，先借我右脚向后，来到弓箭步的位置，两个膝盖都弯曲，将你的右大腿后侧出力，把脚往上抬，同时向前踢，我们把动作顺在一起做，向后，向前，向后，向前，手的动作跟着你的脚自然的摆动就好。大腿可以再抬高一点点吗？向后，向前，向后，向前，最后三个，从后侧发力。好，把脚点回来，接着我们做后退跟前进，手一样可以叉腰或是跟着身体自然的摆动，将右脚向后踩，左脚退回来，相反左脚向前，右脚收，后退，收紧，前进，并拢身体向后，回来，向前，回来，记得在后方的那只脚，膝盖都要保持弯曲，大腿的位置可以再上下一点点吗？最后两趟，向后，回来，向前，回来，向后，回来，向前，帮我停留，身体稍微向前，让手轻轻地找到地板，臀部向后，像要起跑一样看向前方，我们做往下蹲，再伸直，下，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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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留在底下，小小的往下蹲，臀部向后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收脚，身体前弯，停留一下，感觉一下你的双脚经过练习之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吐一口气，手扶着脚，身体慢慢的起来，相反另外一边，左脚向后，脚跟保持离开地板，重心向后，待会抬脚的时候是从大腿的后侧开始发力，想象有一只手呢推着你的后侧，把脚经过中间再往上踢，所以不是只有小腿向前而已哦，左脚预备向后，串联在一起，向前，往后，往前，蹲的时候吐气，往上抬吸气，大腿可以再高一点点吗？身体跟着你的脚自然的摆动，向后，向前，向后，向前，最后三组，二，一，脚收回来，后退跟前进，右脚退，右脚进，左脚退，往后踩，再往前进，向后，合气，向前，合气，身体往后，再站直，向前，再站直，最后一趟，半个就好，向后，向前，停留在这里，身体向下，起跑的姿势，膝盖弯曲，再伸直，弯曲，再伸直，向下，再回来，停留在底下，十个小小的蹲，臀部向后，加油咯，往下，往下，大腿向后，臀部也向后，最后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左脚收，身体前弯下来，放松你的双手，放松我们的膝盖，放松我们的大腿，双脚弯，扶着脚，让身体回到中间，
双脚打开来比臀部还要宽的宽度，提高吸口气，吐气放松双手，再做一回向上提高，吐气往下，最后一个向上，吐气让身体前弯下来。你可以放松你的双手，伸展一下你的双脚，两只脚稍微弯曲，再伸直，再一次弯曲，伸直，最后一趟弯曲，伸直，脚弯曲，扶着脚，让身体回来，膝盖帮我打开来朝外，双手扣在胸前，脚趾要弯曲一点点就好。我们扭转一下腹部，向右，让右手带动，拉一下你的左手，向左，向右，向左，向右，向左，留意你的脚不要跟着倒过来太多，尽量保持脚是不动的，维持你的大腿的稳定。最后一个，让双手往上提，脚尖扣进来，让身体向右边转。我们做单脚的伸展，来伸展一下你的腿后侧，前方的右脚弯曲，身体往前来，将右脚伸直，来到你目前的最低，一样找不到地板的话，可以扶着你的双脚，让身体稍微停留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也可以把前面的脚弯曲伸直，轻松的活动一下。我们在底下直接换边咯，将手向前，左脚收，右脚后退，一样稍微的停留或者是弯曲伸直，活动一下都可以。再把后面的脚也收进来，双脚打开来，大约是垫子的宽度，膝盖弯曲，手找到你的脚，让身体慢慢的卷上来。最后我们做一个侧面的伸展，让臀部向右推，身体向左，把左手放下来，你顺着大腿慢慢的往下，找到你的膝盖或是小腿的位置，让上面的这只手再弯过来一点点，回到中间往上提。相反，另外一边屁股先推，臀部先走，身体再跟随，手放，往下顺着脚，身体回到中间来，双手放松，轻松的甩一甩。将手臂往上提高，吸口气。刚刚的动作再试一次，臀部先推，身体跟随，手再落，往旁边伸展，经过中间最高的位置，屁股先推，上半身，手臂，中间往上提，放松双手，吐一口气。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做完刚刚的练习，是不是觉得身体全身都热了起来，微微的出汗了呢？做下肢的肌力训练，除了保护我们的关节之外，还能够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率。所以如果你在减重期间的话，我们可以多练习我们的大腿、臀部以及腹部的肌肉，这样子的话可以加速我们的新陈代谢，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哦。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